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用青椒和金针菇做一道好吃的。首先将洗净的青椒去皮，再将里面的籽给它去掉，洗净的金针菇将它去除根部，再将它撕开，然后将它撕成小朵，然后将它塞到辣椒里面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平底锅倒油，将辣椒放进去，小火慢煎。给它煎至虎皮状。现在煎好后，撒上一层孜然粉。再撒上一点辣椒面。不喜欢吃辣椒的可以不要。再加入少许的盐，差不多煎好了，将它夹出来。一道美味的金针菇酿尖椒就做好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